取得 Ethereum 台北 logo 的投票权之后，接着可以点击 Ether 台北 logo，进入传送 Ether 台北 logo 的页面。点击转账，可以一样进入到 Ether 台北 logo 转账的界面。在收款人的钱包地址这边，可以填上你想要投票的 logo 的 account。进步在 mainnet 上面的所有的 address 都列在 GitHub 上面，大家可以去搜寻。那我这边的话，就是直接投给第六号 logo，就是恒顺的这个 logo。那也是一样，右上方可以点击 QR code，可以直接扫描，输入那一个 account 的 address。那转账金额的部分就填入你想投给他的票数，比如说我想投给他5票。那也是一样，矿工费用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很慢或是很快。然后这只是一个单纯的 ERC20 token 转移的交易，所以不需要过多的 gas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另外设定 gas 的大小。按下一步之后，可以再一次确认你的支付详情，按下确定。按下确定之后，会送出交易。等待打包，打包之后呢，就会完成这次的投票。